同样留着蓬蓬条理短发，带着甜美笑容登场。不止科批有国民学姐，现在新竹也有气质学妹当幕僚，而且笑起来跟学姐几乎就像同一个模子印出来的。换你了。县长，好辛苦。摆脱。节目上跟学姐一起学客家话，同样呆萌的模样让人小鹿乱撞。两人一起出现在镜头前，没仔细看，还真的分不出来谁是谁，简直就像双胞胎。设计过吗？还是本来就在？没有，我本来就是都一直短头发。哦，超。穿着宽松白 T， 水汪汪大眼，加上呆萌傻笑，让人好害羞。原来学妹叫做李梅，今年28岁，对比学姐黄静莹26岁，虽然大了2岁，身高158，也小叔学姐2公分。尽管学历也没有学姐来的丰富，但光是感情状态单身就足以让她大获全胜。因为两人同样有着仙女般的气质，而且长相基似度高达90%。然后看照片不讲话的时候，像桂纶镁这样。你们男朋友？目前没有。现在不止国民学姐，新竹也杀出气质学妹，年底选战在即，候选人出招打出学妹牌，学姐学妹大比拼，就是希望更能够拉拢年轻选民。记者洪孟谦、黄俊，新竹报道。